好，我是小工啊，今天我又来到仓库了。你看这个来福多高兴啊！哎，来旺去哪去了？呵呵，跑过来了，你看看跑得多快呀！呵呵，啊，感觉他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见到我了。呵呵，我来去看看那一窝小狗怎么样了。这个有一条小狗跑出来了，不知道其他的小狗狗跑到哪去了。一共应该有六只，现在只看到两只。看看这么小一点点就会看家守门了，就会叫了，有陌生人它就叫了，感觉就像穷人家的孩子找当家啊，这么一点点就会叫了。给来福来旺弄点吃的吧，这是昨天吃的剩菜，然后趁他们吃的同时，我来去喂喂小狗吧，免得他们又跑过去吃小狗的东西。刚才找了一圈，不知道跑哪去了，一条狗都看不见了。啊，这小狗好聪明啊！啊，我两只大狗在那吃饭，然后他们就跑过去了，怪不得找不到他们了。我这个剩菜里面有骨头啊，小狗太小了，不能给它们骨头吃，我要给它们拿走，让它们吃米饭吧。现在已经又多了一条狗啊。你看这个白狗吃的肚子多圆啊，这个白狗应该是老大。他这个老大在这里面吃，这其他的小狗都不敢头张到里面吃了。他们喜欢吃骨头啊，专挑里面的骨头吃。其实我不想给他们骨头吃的，因为小狗吃骨头不好。但是想想呢，流浪狗这个生命力比较顽强，不能娇气，所以呢也就不管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。